配音，我是房彦涵，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东森晚间新闻。来看到台美台风生成了，目前呢，其实各国预测路径并不会直扑台湾，但专家都说了，整个大陆高压带来东北季风，再加上这一次的外围环流是比较强的，形成明显的气压梯度，所以从星期三开始就会有明显雨势哦。礼拜四、礼拜五影响最剧烈，到时候北部、东半部地区都要慎防豪雨。也因为现在进入秋天了，大家要开始添入新的衣服，所以这时候捡便宜的时刻来了。有业者开始寄出1380衣服让你装到饱的活动，这个假日一大早吸引超过500人爆牌，有一次就装走50件，等于一件才27块。美中现在也剑拔弩张，这是日本准航母加贺号今天成功在美国测试 F-35 的起降。除此之外呢，其实11月还和欧盟签订了安保协议，就是剑指中国的威胁。而美国本身部署在菲律宾的导弹系统也决定不撤了，美军甚至还重启了二战时代投掷原子弹的天宁岛基地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因应中国军事威胁。好，也因为考量到其实中国不断在文攻武吓，所以现在民进党呼吁蒋市府应该要停办双城论坛以示抗议。不过其实蒋万安也说了，两岸越紧张才越需要沟通交流啊。有关于金华城弊案有最新消息，如今7名的在押被告陆续羁押期要届满了，所以现在北检有最新动作，针对了沈庆金还有应小薇，他向北院申请延长羁押，就是延押，主要是认为呢，整起案件仍有同案的被告还没有到案说明清楚，再加上他们认为沈庆金是整个威金主席最有实质影响力的，不得轻易的放出去。另外助理吴顺明的部分，检方倒是认为哦，他已经有充分的陈述，而且申请拒保停押，这代表什么？充分陈述是不是要转为污点证人呢？那么其实吴顺明有没有可能转成污点证人，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但是现在从法条的研判，目前检方还在掌握柯文哲的收贿事证。而最近因为食安事件频传，一听到上吐下泻都让消费者非常紧张，这可是一克要价将近2000块的知名无菜单铁板烧出鱼料理。那么有消费者抱怨说，周末用餐的时候，她跟丈夫吃完一顿大餐，两个人回家就开始上吐下泻。他们现在发文要找其他受害者，毕竟是不是吃了其他的海鲜，还是不新鲜的肉类，导致上吐下泻呢？不过对此，我们有求证餐厅，出于强调他们都有定期的自主检验把关。那么现在卫生局也稽查，并没有发现缺失。好，这也让附近居民非常的无奈。南投万大北溪有一处野溪温泉的秘境啊，非常漂亮，不过呢必须要经过河床溯溪，所以大部分的山友都是要徒步进山的。但是您看看这些人呢，就是开着吉普车相约这家车友一起把车直接开进河床，当下已经严重破坏了河道还有河川的生态，当然也影响到当地的原住民打猎。林保署看到画面也说啊，其实在游客区啊，用这种车辆破坏环境，最高要开罚20万。不过这项产品连用都没用，恐怕就要变冤大头了。连锁品牌未来实验室之前在官网上推出了一款香氛莲蓬头，那么吸引好多人呢、先募资预购，就是洗起来香香的，对皮肤很好。那么最近呢，就在网络上，其实因为开卖了样品影片，有好多人下单付款，已经过了3个多月了，到现在完全没有收到货。重点是他们自己询问客服人员，竟然回复说还在打样阶段，也没有明确的出货日期。确实现在主打居家商机，这种莲蓬头的功能真的是百百种哦。我们实际带您实测几款，其实有包含除氯啦、过滤啦、按摩啊、省水增压，还有像刚刚这种香喷喷的。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哦，包含你住几楼、热水器的容量全部都要考虑进去，否则呢莲蓬头买回家可能会变成无用的消耗品，或者是反而用的频率过高，让人觉得浪费。很多人喜欢买的台电基隆这个协和电厂的冰棒爆发食安危机，主要是因为食药署查出了6公斤过期的食品添加物，所以已经开罚6万。但台电说，其实这一批不合格的材料，他们只有放在仓库里面没有使用。他们解释，当初是用来试产牛奶雪糕，但是因为品质不稳定，所以没有上架贩售。不过消费者听到消息，还是觉得不太安心。
不过想要过优渥生活，买房可能要搬远一点了。最近双北的蛋白区土城哦，房子不停的盖，连房价都冲破了五字头。幸好多人想说呢，住在板桥跟中和，现在房价也好贵，所以再涌入了土城。不过现在其实，在央行的打炒房政策之下，我们最近发现哦，买房倒是创新低，尤其新青安房贷创下七个月新低。您现在在吃晚餐吧？我们的物价越来越贵，现在最新消息是恐怕接下来牛奶、羊奶、温体牛全面涨价，主要就是来自于纽西兰牛乳进口零关税要从2025年开始实施，所以我们的台湾酪农当然首当其冲，有三分之一的酪农恐怕都要退场，连带冲击到台南牛肉汤的业者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其他们的牛肉汤使用的大部分都是乳牛，那么如今的温体牛一斤成本已经来到500元，接下来零关税之后恐怕要破千元了，您未来到台南去喝一碗牛肉汤价格都会变贵。那么大家也想知道，到底所谓的温体牛和接下来要进口的牛肉有什么样的口感差别，我们让老涛来解答。